手术什么时候才能打针？老板知道吗？其实哈，LGBT 这个疾病的产生呢，就是在1970年的时候，我们发表第一部《文学论文》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急剧的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时间点，作为其他的 LGBT 的车型，它重视的大概是一个功能性，一个便利性，大概是原则上在招标上做设计。那它的这个车子的结构，然后里面的用料，其实让你坐起来就很不舒服，非常功能导向。那这 Rover 是世界上第一家车厂，他希望 SUV 带给消费者的不只是一个所谓功能性上的一个需求，他希望能够提供消费者一点非常豪华、非常舒适的一个驾驶环境。你就平常你要开它也可以，你要真的要使用它也可以，这样的概念。所以从1971年推出 Range Rover 以后，才到了 SUV 这个级别的产生。也就是说，刚刚谈到的，大家看到左手边这些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上每一代的那个 Range Rover 产品上面，它都有很多在修理车界，它是引导车界设计潮流的一些设计的。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指针，随着我跟它启动之后，所有的系统就会做一个呈现。好，那我如果来做一个四轮传动的一个 4x4 interface 的一个传输的话，它就会帮我这个画面的呈现呢改成 4x4 interface。所以各位可以发现，我的车主完全不需要把他的视线离开正前方，就可以阅读到最完整、最色彩最丰富的一个行车资讯。好，我把 B 档移开。好，这时候我的驾驶座是回复到我应有的行驶操作界面，但是我的副手座就是一个完整的 DVD 的一个或者数位电视的一个显像镜头。来讲是同一家，都是由后续所合作开发出来的。